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史话》，我是李素。从中共建政初期的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即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借助美国对抗苏联的时候，中国公开的口号仍然是“反帝反霸”。这个“帝”就是美帝国主义，这个“霸”指的是苏联的霸权主义。 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之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指的当然是美帝国主义。尽管人们找不到这句话是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依据，但是很多中国人对这句话深信不疑。这种愁美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 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接触和了解渐渐增多。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同，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一对一的战争，没有过领土占领。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团所办的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主要了解是：美国是帮助和支援。 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与占领的同盟国，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国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成为二战后世界五强之一，联合国的发起国。美国主持了对中国内战的调停，虽然调停失败，但致力于促成中国的和平。同时，中国人接触到了更多美国产品，对其性能、质量。 之优越，有口皆碑。在见证之前，中共也对美国赞赏有加。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主要领导人对美国人的印象都特别好。在延安时期，中共尽一切努力与美国建立关系，对美方人士积极统战。对象不仅是参加中共活动的革命老朋友，也包括美国政府的官方人士，并且成功的争取到。 美军观察组驻延安三年，然而在中共建政后，借助抗美援朝运动，把美国视为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从最好的朋友到最坏的敌人，中国人认知的转换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社会对美国是头号敌人的认知是如此的普遍，如此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 这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期间，通过中共精心组织、全力推动的“三式运动”而做到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对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呢发动攻击。此前不久，中华民国政府的主要官员已经撤离了南京。 当中共军队发动攻击的时候呢，中华民国政府宣布迁往广州。次日呢，中共军队呢占领了南京。这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呢，并未随国民政府撤离，他留在了南京，等待时机与中共领导人接触，谋求与中共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呢，他的秘书傅泾波与当时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局长的黄华接触。 此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到六月之间，黄华与斯图雷登呢多次见面，商讨美国与中共政权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六月初，斯图雷登表示，美国副国务卿魏博希望他能到北平去会见周恩来，了解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因中共已经宣布，各国外交使节在与北京政权建交之前，不再享有外交特权。 因此呢，北京方面决定通过非官方渠道邀请他去北京，于是请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大。六月二十八日，司徒雷登的获知北平方面同意他前往，并有可能与当局会晤。司徒雷登将此事电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然而，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他声称：“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 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的一边倒政策，即在国际冷战的情况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政权站到了苏联阵营一边。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司徒雷登得到艾奇逊指示，不得前往北平与中共高层接触。 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和联想，并命令他于七月二十五日前返回美国。几经波折后，司徒雷登于八月二日从南京飞返美国。八月五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特别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关系，即中美关系白皮书》。八月十八日。 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共建政之初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至此告终。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建政后，随即。 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这三个政治运动，这三大运动彼此关联，其本质呢是按照中共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然而呢，中共每一个运动呢都并非仅仅针对某一个单一的目标，而是在主要目标中呢包含其他容易引起争议但必须实现的目标。 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呢，包含了以取缔反动会道门名义的消灭地方自发组织的内容，以及以移风易俗为名的摧毁宗教活动。抗美援朝运动呢，也不例外。在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之外呢，还包含了一个清除一切西方影响，特别是美国对中国人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影响的运动。 一九五零年六月，韩战爆发。中共高层呢，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毛泽东决定，中共军队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与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直接对抗。整个的这个讨论的过程呢，当时呢都是属于绝密的，民众呢毫不知情。但是呃报刊、广播中对发生在朝鲜的事件呢多有报道。 中国刚刚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和国国共的这个内战，百废待兴，民众呢需要休生养息。对中国可能入朝与美军作战的情况呢，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中共虽然公开站到了苏联的一边，但是中国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依然存在。也许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件事当时是秘密行动。 一九五零年十月八日，毛泽东签署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十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和西北局的党委书记们，包括邓子恢、谭政、饶漱石、陈毅、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习仲勋、马明方等。 通知他们，志愿军将于当日夜间进入朝鲜，在北部寻机打些运动战。但是这一重大事件却不能让全国人民得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的宣传，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毛泽东没有说明哪些工作。 需要做出准备，但是紧接其后出现的一系列事情显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美宣传是这些工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既然中共决议出兵朝鲜，而且口号是抗美援朝，显然抗美是参战的主要目标，援朝反而是次要目标了，也就是把美国列为首要的敌人。 仅仅几年前还在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军的美国，突然呢就从盟友变成主要的敌人，难免引起民众的疑虑和担忧。中共必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整个社会肃清美国的影响。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市委一份报告上的批示明确指示，各地。 务必利用这次抗美援朝运动，彻底清除各阶层人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什么是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呢？南京大学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份文件显示，根据我们在各方面所了解，今天广大市民群众中存在这些问题：一。 人家没有打到我们头上，我们为什么要去理他们？二，中国是打不过美国的，因为美国有原子弹。三，美国在朝鲜打胜仗，为什么说它是暂时的胜利？四，政府说今年年底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没有解放台湾？是不是怕美国的第七舰队？五。 近来战争一定很不顺利，因为近来物价有波动，是不是前方战争影响后方物价？六，我们这里华东区海岸线很长，非常危险，因为美国随时可以派大批海军侵入。七，解放后生活仍旧不好，还是解放前好？八。 美国不好，但又为什么拿经济物资救济给我们呢？九，美国能不能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十，朝鲜人在中日战争中曾经帮助日本侵略我国，他比日本人更凶的杀我们中国人，这一次他给美国侵略是应该的，我们为什么要出志愿兵帮助他们？十一。 你们说中国出兵朝鲜为了我国的安全，但它也影响苏联的安全，为什么苏联不出兵？十二，美国之音是美帝的宣传，难道共产党的报纸不是宣传吗？这些想法就是中共所归结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三世运动的目标就是要清除这些反动和错误的思想。 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即志愿军入朝一周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只是说，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的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并且提出三条宣传要点和两条基本内容。这两条基本内容是：一。 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之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文件列出了必须仇视、鄙视、蔑视的若干条理由，作为统一的宣传口径。 并且说明了具体的宣传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将亲美列为反动思想。这份文件里的仇视、鄙视、蔑视宣传主题，很快被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具体化为一整套之所以必须如此的理由，由此形成一份宣传提纲，题目就叫《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 提纲详细说明对民众进行反美宣传的三大主题：一、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三、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在这三大主题之下，各有若干具体明确的解释。 比方说，在仇视美国这个主题之下呢，列出八条有关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政治排斥的事例，同时又从历史角度列举十三条罪状，来说明美国一贯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罪状从一八四四年的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说起，一直到国共内战期间美国给国民政府的援助。 而在最容易激起民众情感的日本侵华那一段，这份宣传提纲提到，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美国卖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包括废铁的数量，却只字不提美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及著名的飞虎队，以及在通过驼峰航线为中国运送大量物资的。 美军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驼峰飞行员总共运输了七十七万七千吨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战。在此过程中，美军有五百零九架飞机坠毁，八十一架失踪。仅一九四四年一月一个月里，每运输一千吨物资到达中国，就有三人死亡。人员方面，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名机组人员死亡。 三百四十五人失踪，这些事实中共都要从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里抹去。提纲自然也没有提到美国援华救济总会多年来在中国进行的慈善活动。宣传提纲中控诉，至一九四一年底，美国输入的废铁还占日本废铁输入的百分之七十，以此作为美国支持日本侵华的证据。 却未提起。就在这年的上半年里，美国援华救济总会就为中国筹得五十万美元的善款。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两千多万中国人得到援华救济总会的帮助，受益者除了战争难民，还包括十六万三千多名儿童以及三十多万大中学师生。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简要刊登。 怎样认识美国的这个宣传提纲略去了细节，只列出了仇视、鄙视、蔑视这三大主题。从这时起，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美宣传运动，简称“三式运动”。按照中共中央文件的规定，三式运动的具体方式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所谓内部，指的是在各机关。 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以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做有系统的报告。然后呢，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做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体可以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 应鼓励个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元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而亲美、恐美情绪，则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的不能容身。除了人人检讨的内部讨论之外，中共中央还指示各机关团体。 学校、工厂和部队要出大幅墙报，做专题演讲，购买有关书报，组织街头宣传。各地文艺界和出版界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品和小册子，以应宣传的需要。三世运动从丑美这个主题开始。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报》打响第一枪。该报在第四版刊登了一篇诉苦报告，控诉一九四六年北京铁路工人王恩地被美军射杀事件。从这天起到十二月初，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共刊登了三十九篇控诉文章。 这些文章呢，从历史谈到现实，从鸦片战争谈到朝鲜战场，刊登了大量绘声绘色的描绘，其中有不少美军对朝鲜人民的血腥暴行的报道。这些报道往往来源不明。例如，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军对朝鲜人民的血腥大屠杀》的报道。 隶属六月战争爆发以来，在朝鲜发生的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屠杀者呢统称为梅里军，或者说梅里匪帮。报纸刊登的那些屠杀呢，是否真的发生过？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事情，究竟是美军所为，还是李承晚军队所为？报道呢，语焉不详。例如这一段。 在仁川李北军逃跑之前，从六月二十九日午后一时到七月三日夜半十一时，一共屠杀了和平人民一千多人，许多人全家被杀，从婴儿到八十三岁的老太太都不能幸免。七月四日，仁川解放后，在沿海的岛屿、在海岸、在街头，到处都发现被惨杀的尸体，很多青年男女的尸体还靠着手铐。 老年人的尸体呢是五具或十具在一起用麻绳捆着；少年们的尸体呢是用麻绳勒着脖子，十到二十个勒在一起；可爱的婴儿们的尸体则是五个到十三个的装在草袋子里。被屠杀的人们呢，大都是双手反复，两腿折断、遍体刺伤、开膛破腹，被弄得四肢残缺不全。 以上说明呢，这场屠杀呢是李承晚军队所为，而紧接着下一段呢却引用一名十四岁的幸存女孩的话来证明她全家被梅里匪帮屠杀的事实。这篇报道中呢还提到8月3日，八月三日溃退的美军强迫当地的农民呢随他们向南撤退，农民们呢不愿意，啊、呃，反而相率北上，于是疯狂的美军呢就用机枪。 扫射这批手无寸铁的难民，并出动飞机加以炸射，当场死了两百多人。然而，资料显示，一九五零年八月三日，朝鲜人民军与美军之间在镇东里确实发生过一场战斗。可是，因战斗失利，因而不得不撤退的呢，并非美军，而是人民军一方。据此，上述描述中屠杀，即便是发生了，也不会是美军所为。 不过，这些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引发民众对美国的仇恨。事实并不重要。一九五零年第十一月期的《人民画报》开始刊登丑化美国的漫画，此后几个月中，每一期呢都有类似漫画和宣传画。美术界生产了大批宣传画和连环画，文艺界呢创作了许多的歌曲、戏剧，文学界则推出大量诗歌、小说、故事等等。 各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反美文章，对民众进行密集的轰炸式宣传。仇美态度形成之后呢，志愿军入朝保家卫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也就水到渠成了。在整个国家的轰炸性宣传将近一个月后，十一月二十日，中共军队入朝参战的消息才由《人民日报》通过社论的形式。 告知全国人民。这个时候呢，仇美已经形成强大的主流观念，加上街头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各单位内部的人人检讨式的表态，在全国范围内营造出一种高度紧张的反美气氛。人们即使有所疑虑、疑惑，也不敢公开表示。丑美态度形成后，大量宣传化。 通过形象语言将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塑造成高大强壮，把美里匪帮描绘成渺小猥琐，再通过各种英雄的故事、捷报频传等等，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制造出志愿军和人民军战无不胜的印象。由于对境外媒体的控制，多数中国人只能通过这些报道。 来了解战况，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但是这样也就达到了树立起对美国蔑视和鄙视的态度的目的。这场三世运动也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文化改造运动。三世运动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相结合。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资助的学校、教会学校以及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改造对象。美国虽然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拳运动，但是在庚子全乱之后，将部分庚子赔款退回，并且以这笔款项作为中国学生留美的经费，帮助中国兴办现代教育。 引导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通过这笔经费，从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从1000多名考生中选了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学习。为此，还成立了清华学校及后来的清华大学，作为赴美留学的预科。这三批赴美留学生呢，多数学习的是土木工程。 机械工程、化学、采矿、电机、造船、铁道、教育等专业，并且获得各级学位。从清末到抗战之前，先后有几千名学生赴美留学。他们归国后，将现代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带回中国，在中国创立了许多现代、近代科学的新学科。这些留学生为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知识界有相当多的人在美国接受教育，并且在各大学任教。在中共看来，他们天然具有亲美的反动思想。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最好的大中学校和医院均有美国的各种基金会资助。美国援华救济总会就是由七个长期在医疗、教育、慈善等方面。 资助中国的教会和民间慈善组织的联合，援华救济总会的理事阵容强大，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小威廉·克里斯蒂安·布列特，自由之家创办人之一温德尔·路易斯·威尔基，《时代周刊》、《财富》与《生活》三大杂志的创办人亨利·鲁斯。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三世，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之子西奥多·罗斯福三世，以《乱世佳人》和《蝴蝶梦》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业领军人士大卫·塞尔兹尼克，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托马斯·拉蒙德，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名誉主席。 可见，当时美国政府和民间对中国是相当友好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对美国在抗战期间的援助也是很感激的。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国副总理郭沫若提交给中央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的报告说：“据一九三六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达到四千一百九十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方面呢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及救济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再就其教育事业的范围来说呢，近年来的情况大致如下：学校方面，在中国的二十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呃，占十七所之多。 三百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占二百所，大概是三分之二。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一千五百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医院方面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教会医院约二百余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在解放以前，美国曾通过善后救济总会和这个。 中国国际救济会等机关呢，在这方面积极扩展其势力。救济事业方面呢，受美国津贴的有孤儿院二百余所、麻风病院二十余所、聋哑学校十所、盲校三十所等等。这些救济事业的经费津贴机关为美国援华救济委员会。文化出版方面，除了为数不多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外呢，过去主要是凭借。 呃，直接经营的电影事业进行侵略。在解放前，在中国放映的影片中呢，美国电影曾经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一年来呢，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已经被我们完全肃清了。出版方面，接受美国津贴的，则有少数的教会出版机构，如广学会等等。宗教团体方面，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有五十八个。 占在华西差会总数的一百三十个的半数，受这些美国差会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呢，约有十五个。此外呢，有各种教会的联合组织和青年团体、出版团体和救济团体等等。属于美国系统或和美国有关的天主教会呢，呃，大概有六七个。在全国一百二十三个主教区中间呢，有十三个主教区的主教呢是美国人。 中共为了清除美国在华势力，将这一切称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痹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必须加以彻底的清除。 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所有这些学校和机构都被收归国有，各教会则通过“三自”运动掐断了与国外教会的联系。留在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有的被迫离开，有的被罗织罪名逮捕，有的被驱逐出境。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二十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会联合开办的燕京大学。 二十世纪前半叶，燕大是中国教学品质最高、校园环境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攻读更高的学位。在中共发起的“三世反美运动”中，为中国现代化过程培养了无数人才的燕大，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典型、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和美帝文化侵略的阵地。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管。此后，中共在燕大全面开展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运动。具体方法是中共所熟悉的自上而下发动群众、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通过控诉会、展览会等形式，从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认识美帝文化侵略本质，到控诉美帝。 给我们思想上的毒害，步步深入地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不仅燕京大学如此，辅仁、金陵、齐鲁、圣约翰、沪江、之江、震旦、岭南等教会大学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最终，中共以院系调整为名，将这些大学撤销，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呢也随之撤销或者被边缘化。 在这个运动中，留洋归来的海归学者也经历了一番思想改造的暴风骤雨。著名学者雷洁琼、潘光旦、魏孝通等人纷纷发表反美文章。潘光旦呢，因承认自己有亲美恐美情绪，无法过关，后来不得不写了篇自我检讨，登在《光明日报》上。清华大学的西体育馆曾经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 以纪念老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所起的作用，墙上还有他的雕像。在三世运动中，雕像被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象征铲除。清华大学觉悟程度最差的一年级学生，在考社会发展史时呢，几乎全都自动地检讨过去自己的崇美思想。此外，中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按照宣传提纲的口径。 到工厂、乡村，对工人、农民进行反美宣传。北京市从一九五零年十月中旬开始三示运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市委提交给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中说，这次北京市学生反美爱国运动历时三个多月，发展的规模极大，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极为高涨，收获极大。 秦美思想呢，一般已被摧毁；秦美心理有极大的扫除，孔美心理基本上已被打破。三个月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先后组织三万多大中学生到工厂和百分之八十的郊区，对五十七万多民众进行了宣传。北京大学等三十多所学校，即动员了。 两万一千多名学生参加宣传，并创作了两千三百件文艺作品。这是一九五一年，朝鲜战场战火正烈，中国借战时措施煽起狂热的民族主义，通过中共擅长的群众动员和组织方式，经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展开的运动。 中共在数亿人中间完成了将美国从盟友变为仇敌的转折，这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洗脑行动。在这场意识形态大清洗的同时，中共利用号召捐款、动员参军、组织学生给前方将士写慰问信、妇女缝制慰问带等等各种援朝的行动，建立起民众对刚刚成立的中国政权的认同和服从。 密集的大规模宣传运动呢，将反美与爱国紧密结合，并且将之变成对立，即中央指示中的不共戴天。爱国必须反美，反美才能爱国，由此成为多数中国人的认知。三是运动的轰炸型宣传方式以后在中国多次重复，并且成为中共宣传战中的基本战术。经过这样的认知转换后呢，在中国。 反美仇美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轰轰烈烈的三世运动中被中国人所摒弃。中国从此一步一趋的走上了一条苏联式封闭专制的道路。事实上，至今没有回头。我是李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